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仙春阿土。2020年新一轮的西瓜 Play 即将到来，相信大家应该也忘不了去年在一艘豪华游轮上面的精彩时间。虽然呢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大 V 作者，但是的话，我们的应奇景应此活动啊，发布一条视频，希望呢大家可以为我点赞，多多点赞啊，点越多赞呢，我们就有机会啊去打榜。提高那个名次，增加这个人气啊！做人呢，一定要有追求啊。虽然呢，我们不是大 V， 但是的话，追求还是应该有的。最近呢，我们就准备把家里面的鸡养大养肥，然后呢，全部把它卖掉，到时候呢，凑够车费啊。即使上不了船呢，我们也到船边呢去玩一下，到岸上面去观赏一下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。